大家好。哎呀，过年好。哎呀，我是郭子。过年了，领导对我也不错，我想到他家去走动走动。人生第一次送礼，我这心里有点忐忑，硬着头皮也得去呀。哎呀，大爷你好。哎我存一下车。哦，你这共享单车不用跟我说，随便放。我是自己的车。哦，你这是自己的车啊？对，我看看我看看。哎呀，看吧，你这个车是自己把锁砸坏的吧？自己把二维码抹掉的吧？自己把这个共享单车变成你自己的车吧？对不？什么玩意儿？我是最烦那种，那种人是最可恨的。这个我这个车差别这么大，你没看出来吗？我真没看出来。啥破车呀？连个二维码都没有。你站住！那是我的车，兄弟。这是您的车啊。行行行，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哎，小伙子别放这儿，放个不碍事的地方。那行，我给你放后边。好了，谢谢啊。看见了吧，你这车都影响了人家共享单车的声誉了。是有点靠闪。行了，谢谢你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是来送礼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行了，搁我这儿吧。你这干嘛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来这个楼送礼的都是先搁我这儿，收礼的到我这儿来取，都有中转站了。哎，好，哎，来，哎呀，我得告诉你件事儿啊，小伙子。哎，这个楼上啊有一个经理，哎呀，受贿，这公司正在调查他呢。经理？哎，他姓什么呀？好像是姓刘啊。姓刘？哎，长什么样？就是。大个儿，大个儿，对，长得挺帅，对，头发比我多。哎呀，这个楼上的人头发都比你多，我的头发都比你多，他头发特别多。对，他就是我们刘经理。哎呀，我，你找刘经理干嘛呀？这不是明年吗？我们单位要裁员啊，我怕把我裁下去，我就来走动走动，我给他送点东西。你俩有杀父之仇啊？怎么了？正在调查他呢，你现在给他送礼，你这不是捅他一刀吗？不能干这种事。刘经理平时对我不错。哎呀，算了啊，那我走了。这都是东西也都拿走。好嘞。哎呀，真是没办法。喂，啊，我刚从刘经理家出来。张总，刘经理态度还可以，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哎，你认识他呀？他是我们公司张总。那好，那回去再说，我先挂了。郭子啊，公司的。对。哦，那行，那你们聊，我去忙去了。哎，好嘞，那您聊，我去忙去了。哎，我自己和谁聊啊？我，你过来，你住这儿啊？我不住这儿。不住这儿，拿着东西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我送外卖。送外卖啊，张总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当员工的也不容易。星期六、星期天还有节假日吧，我就想送点外卖补贴家用。我走了，来，你站住！我看看你这外卖送的是什么东西。不是，你没。这，手机，这个赠品。送外卖赠手机，那个促销呗。洗脚盆。也是赠品，就不知道他买什么那么贵，他可能是赠品这么多，咱也不知道。人参，对，就是买人参，完了送那些赠品。午饭吃人参，蘸大酱吃。哎呀呀，法国红酒，对，吃不了人参，完了以后就放到红酒里泡着，5年以后拿出来大补。长这么大头一次听说。红酒泡人参。是啊，我也问他，我说都是白酒泡人参，哪有红酒泡人参？他们说放啤酒里也能泡，那不酸了吗？他们就泡。你是来找刘经理的吧？张总，
你猜对了，你不知道我是提着点土特产吧去看朋友，我朋友家住得特别远，然后呢我走着走着走累了，我一看刘经理家住这儿不是吗、我就上刘经理家歇一会儿，然后我再拎着这些土特产去看朋友。小伙子，你的车。大爷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怎么可能认错呢？今天骑着自行车送礼的就你一个人。这送礼怎么回事？给他。哎，你怎么是给我的呢？大爷，干什么？你高寿了？我73了。73岁的孤寡老人，我虽然挣得不多，我一个月挣3000块钱，我也拿出钱来，我资助他们，你知道吗，大爷？哎，看车挣钱不容易啊。是。他们一个月给你开多少？哎，6000。比你还多，你怎么还给他送礼呀、他73了，他拿6000，我33拿3000，我要到73的时候说不定拿6万，我把那个时候钱现在就给他。大爷，哎，快把礼物收下。不是，我不能。别说话。我拿着，谢谢啊。行了，我明白了，这东西是给大爷的是吧？对，那行了，单位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。好好好，谢谢张总。哎呀，终于过去了。哟，郭子，哈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刘经理啊，刘经理啊，摆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，你好好的改造，将来有机会我去看你。郭子，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把我给说懵了。你还装，张总都来了来查你，看来你数目不小啊。你什么数目不小啊？那是张总来我家跟我商量明年咱公司裁员的事儿。你想哪儿去了呀？你没有收受贿赂？谁受贿赂了？当然没有了。这老头呢？哎呀，我这个不是我那张总是来说明年裁员的事儿。对，那我裁员的事儿，你觉得自己是应该被裁还是不应该被裁呢？是，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，我是想说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文件落楼上了，我去取。坏了，岔劈了！哎呀，人家刘经理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那我得把东西送给他。我这东西呢？哎呀，小伙子，你这个红酒有没有瓶起子呀？我连拿牙咬都咬不开。大爷啊，这些个东西不适合你，你还是还给我吧，好不好？你这，你都送给我了，怎么还再要回去的呢？大爷啊，谦让一下总该可以的吧？不是，你都给我了，我还怎么谦让啊？那这样好不好？啊，咱俩演一遍，你谦让一下行吗？好好好。哎呀，大爷，哎，我不送给你了。你这什么人呢？你这小伙子，我们刘经理。行了，我明白了。你怕被裁掉，你这留着吧。谢谢，知我者大爷爷。我在这等刘经理。哟，郭子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大过年的，我想看看你，一点小意思一定要收下。郭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都拿回去。哎，爸，我那车放哪儿了？你帮我找找。在后面那儿自个儿找去。哎，哪有你这么当爸的？哎，我就这么当爸。是，您是我亲爸。你的名字叫爸？什么？我的名字叫爸呀？那是我儿子，我是他爸爸。爷爷，大爷，笑我呢！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大爷，哎，快收下我的礼物吧！不，别！我求求你了，跟你儿子好好说说，明年裁员的事千万别把我裁了，我求求你了。这回真的是给我的？是的，大爷。行，小伙子，那我收下。谢谢大爷，你一收下我就放心了。大爷，谢谢你，谢谢小伙子。有人给刘经理送礼？不可能，我就在他们家楼下呢。如果真有这事儿，我肯定严肃处理。那是，这是，哎，郭子，这东西不是给大爷的吗？这
大爷是个骗子啊，他根本就不是孤寡老人，他有儿子。别演了，小刘，来过来。张总，这人你认识吧？认识呀，我们部门的郭子。你就是拿这些东西来给刘经理送礼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张总，刘经理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吧，年纪大，学历低，我和那些年轻人，我没法竞争。但是，我有经验，我肯干，我努力，我不是走后门，我是想跟刘经理沟通。你竞争你就送礼呀？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刘经理刚才跟我说了。说你在他们部门表现很好，非常的优秀，那就算裁也不能裁到你呀。真的真的，骗你干什么呀？谢谢领导，谢谢领导。哎呀，小伙子，第一次干这事儿吧？对，行贿跟受贿同罪，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啊？我知道了。大爷，大爷，哎，刚才刘和我说了，哎，领导，你说您是他父亲？对对对，我是他爸爸。当时我就训他了啊！我说你小子，你怎么让老爷子在这看车呢？别，这是我自愿的。我这儿子呀，大小是个领导，我得替他把好这个门儿。哎，把这些送礼的呀拒之门外，我要为我儿子呀当好这个门神。大爷，您真棒，说得太好了。小伙子，我今天也得祝贺你。祝贺我什么呀？你呀，没有犯错误啊，悬崖勒马呀。谢谢大爷。这正是本想送礼走后门，红酒人参洗脚盆，人心自有公道在，我们都要当个好门神。